云端上也有就是参考的啦。像我刚刚写就这两段啊，如果你刚刚一直卡在不知道哪个地方，尤其是这一段啊，如果你这一段一直卡住的话，你干脆就是把我这一行有没有 Ctrl C 有没有？然后呢 Ctrl V 哈，把它贴到你的那个程式的下方，有没有？就贴到这个你这一行的下面，然后一看就知道哪边出错了，有没有？如果错你再改啊，OK，你就把那个修正一下就 OK 了。哦，这也是个方法啦，因为我是一直强调哦，写程式的乐趣啦。OK 哈，就是不要一直尽量还是想一些有没有什么方法，不要让自己那么难过。OK，当然有很多那种很，因为写程式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学没多久就想要放弃了？因为实在太痛苦了，要记太多东西了。OK，你可以再比对一下。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再来呢，我们就是要完成这个地方哈，底下这个乘积跟乘积多重，那意思就是说，当我按下这个按钮呢，它就输出结果，而不是输出公式哦。那我要怎么样做？第一个啦，这个 sub 名称，所以我可以拿这个来当成，就不用重打了吧？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复制下来啊。复制我习惯是拖拉加 Ctrl 键，其实就 Ctrl C、Ctrl V 了啊，这样比较快，按 Enter 就可以了。这个。就有了，OK 哈，那按个 Tab，其实就按个 Tab 好了，习惯上 Tab 就下一阶，那做什么事呢？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复制好了，因为清除跟这个还蛮接近的啊，你就把它拿来这里好了，OK，然后一样，Ctrl 键按住，这样就复制贴上，哦，有没有？其实写程式有时候啦，可以用那个这一招还蛮好用的，其实跟 Ctrl C、Ctrl V 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快哦，不用说做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好了，拖拉哦，所以这程式这样很快就变出来了哦。好，那再来的话呢，所以其实我是尽量教各位一些比较懒人的方法，好吧？因为写程式其实不用那么累的，很快其实就可以变出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最重要的是你想到了，你就可以把那个程式写出来，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其实还感觉还蛮有成就感的。这个也是我乐此不疲的地方，因为实在是，太有效率了啊。OK 哈，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输出什么？输出这个是输出什么东西到这个储存格？那我要输出什么？输出你有两个条，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合格，一个是不合格。如果你现在输出合格会怎么样？执行，全部都合格，有意应该懂那意思吧？可是另外不合格怎么办？所以哦，这个东西丢到这边啦，所以这个等号我一直强调，你不要一直看到等号，你一直想到以前的那个小那个数那个数学啊，其实不是哦，就是把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意思。好，可是问题来了，我需要有个判断呐。那如果在 VBA 里面如何判断？那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依据这个储存格。所以哦，这个地方哦。关键的地方来，在 VBA 里面呢，如何写逻辑判断？在，请你在 for 先下一行按那个 Enter，然后按个 Tab 键，下一阶。这个好像前面有写过类似的，在151里面有 if，如果有没有空一格？特别是哦，那个 VBA 的写法是 if 空一格，后面加一个逻辑，逻辑就跟他讲说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乘积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那就是合格，反之就是不合格。所以啊，我们这个储存格怎么叙述？那就是什么 sales 有没有那个储存格嘛？哪一列呢？DI 列，哪一栏呢？一栏嘛。OK，这边看得到嘛？一哦，有没有？OK，填过来，里面的资料。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叙述意思说帮我把这个乘积拉到这边来。哦，然后呢，我要做什么啊？做判断，如果它大于等于60的话，空一格哦，所以特别注意哦，这边空一格，这边也空一格，这边是 if，这边是逻辑，后面多一个叫 then，然后的意思，然后做什么？Enter 两下，一般习惯哈，会这样打，然后打一个 else，else 是反之的意思，再 Enter 两下，再打一个 end if，结构一定是长这样哦。OK 哦，所以哦，这个是 if，然后如果这个条件哈，它为 true 的时候执行下一行，如果为 false 的话执行另外一行，就大概这样。所以哦，我们可以怎么把这个
这一行呢搬到这里来，如果它为 true 的时候，那帮我输出合格；那为 false 的话呢，就 else， 所以把这一行怎么样再复制到这里，然后这边习惯上按个 tab 啦，因为它的下一阶哈，然后这边打一个不合格，这边打多一个，因为反之嘛哈。OK，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程式打完了，就这样而已哦。OK， 好，所以哦这一个部分的话哦。 就是在回圈里面增加一个逻辑判断，好，应该可以看懂我到底在写什么吧。然后很重要哦，因为逻辑判断呢，这个以后几乎任何程式都会有逻辑判断，因为主要是帮助我们去做你要做什么样，你就变成不用你的眼睛跟你的大脑在那边做了，变成说是程式帮你完成这件事情。好，那写完之后的话，一样的哈，就把它执行一下。 哎，有没有 ？OK， 一模一样，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哈，其实程式不多，但是你就是要把它的那个整个哦该怎么打哦的那个基本的一定还是要背啦。哦啊。至于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可以快一点熟悉，就是让你花一点时间，一定要回去再自己重新打过啦。那一定会出错吧？把它去修正就好了。那现在再打，可能大概打个10次、20次之后啦，你应该就不会忘记了吧？ 我看有些同学刚开始很不熟，常常打错啊，打一段时间之后，完全都不用思考，自己就很快就打完程式了。OK 哈，好，那再来的话呢，再来就多重了。如果我今天同样的东西哦，要把它变成 A B C D 的话，哎，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哈？那我想先各位试一下，先把这个做完，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如何把这一段程式哈改成这个。 其实哦，只要改几个地方哈、哦，马上就做出结果来，没有多重，没有很复杂、哦，顶多是再增加4行程式就好了。哦，而且这4行程式也不是重打，直接拿一个部分的东西复制贴过来就好了。哦，特别是哦，所以请各位先把这个先 OK 一下哈、哦。那如果你怕会忘记的话哈、哦，云端白板上面也有第3页，哦，一模一样哦，这边，那你也可以先 Ctrl+C 啦。 哦，然后在这边 Ctrl+V 贴上，哦，我贴上之后，请你再把它删掉，哦，自己重打一遍。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好，啊，这些基本的东西啊，如果你会的话，跟各位讲哦，之后的话啊，应该会越来越轻松，因为哦，以后的程式哦，都是由这些基本的架构衍生出来的，因为一件事情啊，不外乎就重复做。 不外乎就是做逻辑判断，做完逻辑判断输出给他正确的东西到那个储存格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架构哦。OK， 所以请各位哈，尽量务必哈，可以回去把这些程式都打熟，打熟之后以后你再处理 VBA 哦，你会发现哇，其实啊、哦、好像都一样哎，哦，甚至以后的话可以拿这个当范本，直接就修改一下哈、哦，很多事情呢。 好像就很快可以把它做出要的结果来了。